而且已经分不出来是伤口还是酱料，这样会不会被说家暴啊？树林的海湾部落露营区这边，一样是用车床天地，就是350嘛。350，对。假日的部分。新爸现在在干嘛？绑银绳。银绳哦。顺便教大家说怎么绑啊。好啊，怎么绑啊？看一下。上面的一般都是绑一个单节，就是这样子，往下。然后再绕过来，因为我要留一个活结，所以先这样子来扣紧，所以这样子越拉越紧。那如果解开的话，只要拉这一根就解开了。绑银绳，下银钉。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活动式的，所以是靠自己绑。嗯，教大家怎么绑。可是自己绑的话，长短可以控制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控制我要多长。所以这就是一般稍微拉紧，要看一下吗？看一下，由下往上，往内三圈，二或三都可以。好了之后，线再往上拉，由下扣上了，这样就可以很紧，然后又可以。再来就是要活动，就是扣这个绳结的部分，这样子就越拉越紧。所以要拆的时候，就是拉这一条线就好了，一拉就可以了。对。鸡蛋糕的，它可以就现场报名，然后就是一个200块，可以让小朋友体验一日店长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然后做可以做一份鸡蛋糕。好，星星很勇敢，对不对？好，妈妈帮你擦擦。好，妈妈擦擦很勇敢，对不对？走路不小心又撞到地板喽。每次出来必中一次。啊，冰敷一下好不好？来猪脚。猪脚是吧？假日。当然不能说了，问好。怎么可以泄露年龄啊？怎么可以问女生是几岁呢？好了，可以唱歌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星星，我们一起吹蜡烛。吹不行。
next day. 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星星说早安，大家看一下大花猫，这是昨天的战利品，星星你的手手，啊哈哈，手手都被咬了，被蚊子咬了啊！这个昨天是跌倒撞到，小朋友跑步要注意安全，这个就是没有注意安全跑步跌倒了，整个脸都是大花猫，看一下，大花猫看一下，那你说耶？不过这边厕所有点远。因为我们这边有分 A、B、C 区，就是 B 跟 C。B 区比较靠马路啊，昨天马路边就有听到停红绿灯的。因为这边对靠马路，然后尤其有很多那种重型机车的那种引擎的声音，蛮大声的。对啊。那所以这个地方你觉得嘞？初次尝试可以来这边了，因为离市区很近，你说 seven 可能走路十分钟吧就到了。嗯。对。啊，只是缺点是声音比较大声啊，车子的声音。嗯，好像整晚都是车子的声音。也没到整晚啊，就十二点过后车流量过了。车流量少了就不会了。对啊。啊，如果有车的时候，就会一直停到那个停红绿灯的时候。嗯。好啦。那我们来做早餐喽。做早餐。That I don't notice, to me it's still the same. If I don't show a sign, I'm leaving my love blind.Expecting you to read my mind. Well, I hope that you know that I hear that I don't let it show that I want. 现在来到 A 区，这边好像还不错，你看还有荷花，可以赏荷花叶。所以来这边记得搭 A 区比较好，这样观察起来，厕所就在这边，大概50公尺。C 区厕所好远，那 A 区这边的话离厕所近一点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介绍这三区，那就是推荐大家来 A 区。A 区这边没有遮挡，所以风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点。不过这边景色是还不错。等一下回去车上了，你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吧。跟大家说拜拜。喜欢我们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